我原本以为那部武墓遗书定是随着岳飞进了坟墓。那岳飞虽是我大金仇寇，可他精忠神武，我们万不可动他的坟墓。本王翻检历年来南宋密探送来的禀报，另外发现了重要线索。王爷，何事啊？师父，有贼人进咱们药房偷药。啊！王爷，老夫告辞。梁先生莫慌，走。